本日七时许，有位热心民众抱着保利龙箱走进所内，经询问，鸟是他在路边捡到的。员警以手机拍下鸟类影像，运用手机影像智慧搜寻功能，确认为二级保育类动物凤头苍鹰，遂立即通报驻点于石上的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，随后由保育员带回诊疗。于此提醒民众，若捡到保育类动物，可交由警察带转相关保育单位，或拨打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电话0898623680972799051110，请求协助。